随着夜幕降临，一架架战机平安归来，但是他们的工作依然没有停止。正在下机的是旅长马瑞凯，他刚刚带领飞行员进行了紧张的自由空战训练。尤其是垂直动作这个地方，进行还是稍微有点，还有前后还是有点变化，是吧？就光我们看着您这体验还没有，还好还好，还可以，大家都习惯了。那接下来还会有工作吗？回去以后我们还要进行相应的今天的飞行的一些科目一些复盘。旅长马瑞凯的工作还在继续，而执行完一天战备任务的潘亮回到了宿舍，第一时间给家人报了平安。我今天任务完成了，刚进屋刚回来，然后今天晚上就回不去了，明天还有任务呢。飞行员们结束了白天的工作，而当繁星挂满天空时，机场上还在闪烁着灯光。即使已至深夜，忙碌了一天的机务人员仍然没有停下脚步，挂弹、加油、检修，他们在为新一天战机升空做着准备。不同的岗位，不同的年龄，每一名海空雄鹰人用协作配合，共同锻造着这把守护海空的尖刀利剑。